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培军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属于第十一游区的纽顿一号。那这是一个永久地契的一个高尚住宅公寓。那我想借用这一小段时间呢，在买主来之前，可能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视频，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些尺价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在出售的这一个顶层 penthouse， 顶层 penthouse 呢，是一个非常值得买的一个房产哈。所以呢，我把镜头转一下，可能就让大家了解深一点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，这是我们的纽顿一号的外观哈，所以是一整栋楼的一个项目。现在呢，我是站在这个网球场上。其实这个网球场还蛮特别的，你会发现呢，它的面积会比一般的网球场大，而且呢，在一边呢还有这个观众席哈，观众席，这是比较难得的，难得一见的。其实，在很多公寓里面，网球场都是周边呢都是属于那个围墙，所以很少看见有观众席的。那好，今天我来。到这里的目的呢是待会呢就会有一个买主来看我的顶层 penthouse， 顶层 penthouse 就在我们的第29层，覆盖了整个建筑的面积哈，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在 Newton One 里面，就是纽顿一号里面呢，只有这间顶层的 penthouse， 它是一个单层的 penthouse， 所以呢总面积是543平方米，也相等于是5845平方英尺。那要找到这么一个单层的 penthouse 呢，在新加坡里面尤其是在高尚住宅区里面其实现在是很难找到的。而且呢，现在我们在出售的尺价呢也非常非常的合理543平方米 OK 单层五个卧室它的售价呢是1330万，也相等于单价呢是尺价大概是2275块钱，新币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价位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比如说就在我们的旁边在施工的这个公寓里面呢，现在高楼的单位呢都超过3000块钱的尺价了，3000块钱尺价，甚至呢在他们的 penthouse 里面还超过了将近3400块钱。而且在离我们不远的另外一个高尚公寓呢那边的尺价是介于大概4000多块钱的尺价，然后再上一点呢，另外一边尺价大概4000多到5000多都有好，所以呢以2275块钱的一个尺价的标准呢，我觉得这一套公寓这个 penthouse 呢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买家识货的话，这个他们会很快的，就是把它买上来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真的是无法就是让您看到这个 penthouse 里面，是因为现在呢租户在里面住着，所以呢它里面都有一定的一个隐私。所以不过如果说买主有兴趣的话，请联系我，我倒有一个虚拟的一个游览方式呢，可能让各位更加的了解啊。所以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想今天呢，借此机会呢，就是录这一小段视频，让大家知道有这一个 penthouse 的存在，价钱非常非常的合理。所以呢，有意者呢，请尽快呢，就是拨电给我我的电话是9697-1131，我的手机是9697-1131。好，希望有缘跟您见个面，谢谢，拜拜。